兄弟们看啊，鲜活的八带鱼，拖网船刚刚拖着鲜活的八带鱼，我们当地人叫鼠炸，你们那里叫什么呢？想吃的扣一。哎，大爷嘞，大爷，这拿啥玩意儿？这八爪鱼吗？这是这么大的八爪鱼，我是第一次见啊！如果咱家老铁也是第一次见的话，就给个双击。喜欢大海，喜欢看赶海直播的话，就加个关注。我家在海边啊，这个摸鱼捉蟹从小玩到大呀。小时候一来到沙滩上都是海螺，全是螃蟹呀。哎，别做梦了，我怎么一来到海边都是海螺壳，还有小螃蟹呀？都去哪里了？有的朋友进来就会捡两颗小小的红心，有的朋友。哎呀，老铁们，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锤啥么玉帝吧，可我长得没那么好看呢，他可能在晒太阳，也可能在吹海风吧，让我们看看他睡了没。啊，哎呀妈，哎呀妈，吓我一跳啊。一位受害人呢，都说这海参呢遇到那个蜜盐呢就会酥成一个球啊，可是我已经撒了好多盐了，也没看它成为一个球啊。咱这天天13456的要双击要爱心呐，也没给了。这个视频看在这海参的面上就给一个呗。喜欢大海加关注。